主席，本会同仁，本院委员潘孟安等16人内，位于台糖在屏东县境内共有7处的蓄殖场，共计137,521头的猪，其分布地点呢都位于国家重要建设区内，恶臭环境影响国际观瞻，养猪废水处理所产生的沼气呢，更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1倍，其耗用大量水资源，国营事业呢应致力于整个节能减碳，并要促进国家整体绿色能源之提升，减少空气污染，提高周边民众生活的品质，并减轻污水排放、河川整治的成本。根据工业院太电中心的研究，屏东是台湾接受阳光发电效率最佳的地点。那么台糖公司呢，本应及辅导员工转业，结束屏东7处的蓄殖场，优先提供转型为太阳能光电厂的用地，是否有当？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。